完成了！这是我第一次帮他做猫咪鲜食，请大家把1月28号礼拜天先空下来。我第一次要在线下和大家见面了。1月28号的时候，我会在松烟成品 MT 纸胶带的展览工作坊的讲师。直接吗？会有工具包跟。组装说明是啊，我们不用看组这个也看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开始是想要叫它拿铁，但是呢，就听说如果叫食物的名字的话，橘猫就会变得很胖，这样子好像有这个传说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就叫了一个比较好叫的名字，叫 Chu Chu。结果呢，它还是一样很爱吃，所以呢，其实我当初取名是把它叫做拿铁，为了好叫才叫它 Chu Chu。那我觉得都可以，它就真的很爱吃。
请大家把1月28号礼拜天先空下来。我第一次要在线下和大家见面了。1月28号的时候，我会在松烟成品 MT 纸胶带的展览，然后呢，我要去当一个工作坊的讲师。我真的超级紧张的，今天开始就会开始减肥，减肥到1月28号。这工作坊其实没有报名费，然后它会有650块的材料费。这材料费会包含一个首饰盒，我们会用 MT 的纸胶带去美化这个首饰盒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当讲师，而且我真的超级开心可以当成品的讲师。我自己是偷偷决定要先去买很多装饰品，让大家可以在做手作的时候做更多发挥的创意，一定还会拿到我的小礼物。在1月28号那天会有2场，它的名额各只有10位哦，所以总共20位。那我就很怕就是20位还凑不满，这样我就会很难过。我都会亲手写卡片给你们，然后呢也会准备每一个人会有一份小礼物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一起来参加这个工作坊，拿回家的一定是超过你付的这个钱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跟我本人一起做手作啦，但是呢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大家是值回票价，赶快先报名，因为其实总共只有20个名额，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体会到 MT 纸胶带呢，它是可以粘在玻璃上还有木头上，是不会翘起来的，这是它的特色。那成品在新开幕这段时间也会有 MT 纸胶带的展览，如果大家没有报名工作坊的话，也可以去看 MT 纸胶带的展览，但是我是希望呢，你们都可以来报名工作坊，一起跟我做手作，然后顺便见证我减肥的成果。好，就这样。今天要煮韩式辣猪肉锅，只要加这个汤头就会很韩哦。不想买这种现成汤包，去全联买细辣椒粉，是这种哦，不是粗辣椒粉。粗辣椒粉是用来提味用的，还有这个韩式芝麻油。顺便说，韩式胡椒粉也很赞。把蒜末、葱末、韩式辣椒粉、猪肉加一点水一起炒一炒，加水加酱油就变成很好喝的汤底了。